五对阵朱雀，哟，东雀这把是风窗挽留带传送啊，底牌不带。底牌不带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可能会点一手淬火什么的，就是这个传送的意思是前期如果找不到人，他可以立马去换节奏嘛。应该是拿来针对冒险家的，就是以前东玄会上来可能先把冒险家搬了，现在不搬，什么原因呢？就是他找到了一个他觉得可以打的啊，他可以打的一个思路打法，就是现在的这个带传送，上来就先找，找不到我传送，传送落地秒人也可以。传送找冒险家好像不是特别行，就他这个传送是传送去抓其他人的，而不是传送去找冒险家的。冒险家这个东西你要传送去找他，其实你上来追其他人，比如追个魔术是什么的，你可能第一刀打中了，这个淬火还没好呢，你看对吧，就这个是属于是前期第一个点你这边发现是冒险家，那你找一找，找不到然后传送去找其他人的。如果说你上来就遇到其他人，遇到魔术师，遇到古董商，根本撑不到这个时间的，那么淬火传送没好，这个人可能就倒了，对不对嘛？是不是，是不是为什么预言关早了？你看这预言如果不关，那么现在一个人已经上挂了，40秒一个人上挂了，这预言就没意思了呀。所以说我们这边预言在现在那个比赛开始前就把它给关了。这波打完对于穷者来讲，外面的话冒险家被通缉，古董商这里过来救套博命，来看一下能不能无伤。哎，漂亮，东轩这边躲一棍一刀打上，要追双刀吗？再躲，漂亮，完了，四杀了。这个四杀是杀的一点办法没有，我现在已经很难想象求生者该怎么去跑一个了。魔术师飞轮双弹搏命结束，看这个飞轮一刀抽刀板子下，飞轮交掉，哦，这个飞轮交掉是防闪现的啊，这个飞轮交掉是防闪现的，然后再交一根魔术棒还可以，说实话这波魔术师还可以，已经我觉得可以了，就在搏命结束之后他还能再拖一轮时间呢，这样的话刚刚说古董商就有交自己的时间了，就为古董商争取了一波交自己的时间，然后冒险家的话估计会过来尝试再套一波搏命，我们看看冒险家的一个距离，注意小镜头啊，好像距离有点远，距离有点远，这个距离过不去，过不去嘛，东玄这边挂飞以后直接传送，好，传送落地找律师，这个击倒还是太快了，等于说一个人挂飞密码机总量加起来不到三台，还有一个古董商这边是半血，你还补状态一刀有，第二刀估计三二一走，哎，没事，再来个三二一啊，注意我的三二一啊，看好时机，压好位置，三二一，隔窗刀走。哎，太快了，还有一个搏命，还有一个搏命，这个搏命套上加上冒险家手里70多的书页，两人开门战也不行，成不了，修不了，修不了，修不了。这个还是有点没办法，就前期魔术师那边倒得太快了，然后呢再一个双倒，就如果说当时是一个不吃双倒，古董商那轮的时间上面去把它转化为，因为这古董商还是队友摸起来的，他要跑过去摸着古董商，这一系列的时间如果能转化密码机呢，我觉得可能还有点机会。这里看一下律师这边的话是不是点了一个假妹啊，怎么感觉这做的时间有点久哦，这里冒险家蹲着压，哎，压压到最后应该要救，因为这个搏命套上的话呢，我们算一下，加上冒险家70多的输液，其实密码机还差不到一台的总量，
东学这边传送 CD 是好的，不救吗？不救那传送落地把这古董商秒了。东学要割草吗？哎，这波我觉得冒险家要救啊，他手里有薄命的。东学也不传，哎，就想找，哎，别上头啊！传送落地，把这古董商秒了，不是应该很香吗？哎，传了吗？终于传了，老早好传了呀！这不是刚才挂飞就应该传吗？一棍两棍。那这样的话，让这边古董商多修了40%的机子，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冒险家手里面的书页，他似乎有可能把这密码机给点亮啊。但前提是这边要苟住，要苟住。古董商还有自己，这里能找到吗？好像这把冒险家，哎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有一点尴尬。那这输液怎么办？想把输液先把这机子秒了。东玄现在手里面是没有传送的，但是赶过去那边的机子不够，还是差了一点。如果冒险家的输液能够用出来啊，把这边的机子给点了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两个人这边冒险家还有个自己，两个人再拉扯拉扯，我觉得还有点说法。这里古董商蹲，东玄排到了，古董商手里面的棍子又空，哇！东玄对于陈某人的这个拿捏是。真的，这把古董商算是被东玄安排的明明白白。讲道理，陈某人的个人操作，大家看过比赛的应该都知道，他的一个操作其实还是非常非常顶的。我甚至觉得是新人选手里面数一数二的。但是这把的话，在东玄面前，真的一点操作都没打出来呀，等于说。但东玄这边找冒险家没找到，再蹲，慢慢来喽。核心还是输液不够，你说输液有个45嘛，过去强行亮一波，强行亮一波，这古董商也没大心脏，也没自起，好像也不行。现在唯一的机会可能就是这古董商流血流死，然后冒险家跳地窖了。但东学有足够多的时间来排吧。找到了，好的。那么事实呢，我们可以看下来啊，东学你想要遛他是不太可能的，但是狗还是有点机会的啊，还是有点机会的，还是能狗一狗的。这里古董商爬，这你也爬不到地窖吧，这地窖好远。这个地窖也太远了吧，冒险家飞了感觉也爬不进地窖呀。看了眼地窖，有飞轮我觉得都爬不到吧，这个距离是似乎远了点啊，似乎远了点。不抛弃不放弃，我要试一试。东玄就守着这个地窖，对呀，我就守着地窖好了嘛，来吧，你爬过来我给你捡了，对吧，你总不能在地上面爬着的时候交个飞轮吧，嘿一下。爬行的时候能不能交个飞轮？